样，虽然二出正在朱元璋的身旁边，连第五副将在内，但是一出兵离去，故执迷情回动，乌鸦乱啼乱叫，让我心惊胆跳，到底为何事情？要到我的这边。又回来了，我都回来呀！为什么你来笑眯相处呢？乌鸦乱啼乱叫，诉说母亲我受日暗暗。哎呦，你不要讲，那乌鸦本是吉祥鸟，吉祥咪甲相有条，无一条，这就是咧报喜呀！讲着上影，希望恁娘亲出兵在外，能得平安回到。一定的啦。
今天我小儿子是今日之日，明日之日，你呀，爹，爹呀，你一定爱为我上一层。